对音乐来说，它虽然没有故事，没有人物角色，但是我们仍然有旋律、和声与节奏。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些音乐的元素，建构出属于音乐的张力，感受到音乐的起承转合。在奏鸣曲式里，甚至我们可以听到作曲家一生的经历，以及我们自己的故事。